在这一边，他给我一个 second bus RRE，就是 parallel program，这一边跟这一边平行，然后这一边跟这一边平行，然后我知道 O 是 origin 00，OK，so 他要你找 OG 的 equation，so 我找 gradient of OG 会是等于减12减0除6减0，所以它会变成减12除6，然后它变成减2。然后它的 c 我知道 c 等于0，OK，so 它 c 等于0，so y 等于减2x 加0，所以 y 等于减2x，这个就是我的 equation of OG 了。然后 v 的部分呢，它要你找 ef 的 gradient 的 equation，我知道 gradient of ef 会是等于 gradient of OG 等于减2咯，因为它平行嘛，所以我的 gradient e 等于 gradient 二，平行就一样嘛，所以我就有 y 等于减2x 加 c，然后它在 ef 这边，它经过 e 是7逗号21，7逗号21呢，就是说我的 x 等于7的时候，y 等于21，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有21等于减2乘7加 c，我的 c 等于21加274，然后等于35，所以 y 等于减2x 加35。就、so, 在这一边，这个35放进这一边，好，然后我拿到答案了，C，它叫你找 x intercept of EF，所、so, 以我们有口诀，就 x intercept 的时候 y 等于零，so 零等于减2x 加35，所以我就有 2x 等于35，所以我的 x 等于35/2，OK，所以我的那个 x intercept 是35/2。